市面上这么多洗碗机，到底怎么选？今天把我研究了一个月的经验分享给你们。一，天天要用的家电，尽量要选节能，双变频电机加一级能效，省水省电更静音。二，不要只知道选15套，同样的15套装载能力还不一样，选带立式锅架设计的，增容30%空间。三，烘干方式一定要选烘得干又节能的，比如有自动开门、3重烘干的，省水省电还烘得干。四，材质要选一体成型加304不锈钢内腔的，没有异味，耐用。304不锈钢拼接塑料底座的不要买，涉水异味很难受。五，上中下3层喷淋壁加背部喷淋壁，全方位无死角的清洗才能保证洗得干净。一起来期待我的使用测评吧。抖音。